奔下龙盘公园海岸，发现颅骨，立即通知岸军队与本分局共同派人前往勘查。现场发现有颅骨一具，依形态研判应为人骨。颅骨表面已无皮肤组织附着，未见可疑刀痕，颅内有沙，颅骨上颚上有牙齿约九颗，可供 DNA 比对。发现处所位处偏僻海岸，抵达不易，旁边有其他众多漂流物。经扩大搜寻，附近无其他部位遗骸或遗物，研判颅骨位处发现处已有一段时间。呼吁家中有符合特征的失踪人口，可与本分局联络，待身份确定后，再进一步厘清落水原因及动机。